现在去着商场购买一些干粮。感谢政府的 MyCas 计划，只能购买有 MyCas 一次的。再走第二轮买东西，再买两箱牛奶。探店这间 Empire Sushi。Yang ini dua. Ah, 30. 20 satu mie dua. Ah. 382. 61. 他们的厨房。排队买单。的包起来，包好后放入烤箱盘，180度20分钟，烤熟后取出，香喷喷，拿来吧你。隔一天，来看疫情封城间的 LA Star Mall。第二楼是被关闭的，不能上楼。图书馆已经关闭了。来探店这间油条小食馆，煮个肉骨茶来吃。腌制猪骨有盐、胡椒粉、花雕酒、面粉，煮好后把压制好的肉骨茶包放入，需要更有味道就多放几包，
猪骨放入水里烫一下。猪骨烫一下，五分钟之后拿出来。把烫过的猪骨放入肉骨茶汤里。腌制汤，花条酒、生抽、麻油、黑酱油、盐。把调味料倒入肉骨茶里。搅拌之后，加入蘑菇。加入蘑菇后，加入菜。之后再加入肉丸、鱼丸，再熬半小时。把油条剪小块。这样肉骨茶就好了，配饭吃。吃油条时候放入肉骨茶泡下，才好吃。一秒全一天。小包乐沙一包。啊，真香。椰水鱼粒。山竹石粒吃啊吃，果汁大包一包，天气打针哦。填表格，等待中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打的是辉瑞疫苗，第一支针。Okay.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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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待半小时，看会不会晕倒。玩回家。打完第一针后，最需要的